诸位，看看，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娱乐城现在目前进展良好，各投资方看到了我们的进展，也对我们娱乐城前期抱有的迟疑和担心的态度逐渐变成了放心，也看到了希望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娱乐城在资金方面就不成问题了。叶先生，您看一下，这是会议室。这个会议桌呢，是用五边形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设计。还有这个灯，这个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。杜小姐果然。怎么找到你的吗？算了，我如果跟你说了实话，有人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杜小姐只需要知道有贵人暗地里帮助就可以了。杜小姐，这个人对你可是关心得很啊。雷雨征先生，我挣钱了，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菊飞。啊？怎么你最近做事情有点魂不守舍的？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啊？没有啊。这个，好了，就这些。你是属猫的吧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好了，就这些，下单。哎，我说杜小苏啊，你也不问客人想吃什么你就下单啊？啊？有你这么请客的吗？不是说了我请客吗？当然得听我的。是吗？要干嘛你？上趟娃娃菜，白灼芥蓝，小笼包一份，鸡汤方便面两碗。我说你这还不弄俩烧饼，咱俩啃完得了。换一下。蟹粉豆腐，三文鱼海苔，刺身三品。喝得满。踩我干嘛？谁踩你了？说你有钱人，什么没有吃过呀？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？您现在不也是有钱人吗？啊？您得承认，您最近接的这个大单，肯定赚了不少银两。我没说错吧？什么大单呀？明明是你瞎猜的好吗？你要毁我的名声，我。小心我找你要精神损失费，你可赔不起。对不起，先生小姐，我到底应该听谁的？听我的。还是听他的吧。喝的免了，剩下的下单。好的，先生。雷雨征，你是不是觉得对我特仁慈啊？这要我呀，鲍鱼海参。知足吧，来，杜小苏，尝一小笼包，快吃吧，不吃就凉了。不对啊，明明是我请客，怎么你比我还热情啊？你又不想吃草，头不能使劲往地里按啊，对吧？爱吃不吃，我管不着。
吃啊。这吃的是小笼包吗？这是割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这就割你的肉，喝你的血了？啊！我终于知道你属什么的了，属貔貅，只进不出。这怎么想？那写字楼也得给你这个数啊！拿一零头出来，你都不愿意啊？你怎么知道是写字楼？这活儿不是你替我揽的吧？杜小姐就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吗？我如果跟你说了实话，有人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脑子想什么呢？你觉得我会是替你揽活的人吗？我哪有那闲工夫？猜的。也是，你一大资本家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管我们小老百姓的事儿啊？是我杜小苏运气好。这就对了，我就特别欣赏你这吃相。啊，我可能好几天也吃不到这样的美食了。好几天？为什么？我要去趟国外，出差。出国？我还没出过国呢。国外有什么好？去学习啊，魏玛包豪斯大学，你知道吗？那可是我心目当中的圣地，还有他们的建筑系，他们那个欧姆教授，那可是我偶像。我还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，开学的第一堂课，我们老师就拿着《建筑学概论》跟我们说，这个就是欧姆老师写的，他可是我们建筑界的鼻祖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想这辈子一定要见见这位大神，如果见到他，可以合个影、签个字儿什么的，那这辈子就算值了。做什么梦啊？吃饭。你好，买单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你好，你的单已经买好了。你结的？这儿还有第三个人吗？这还差不多，要不然我肯定天天扎小人诅咒你打一辈子光棍。是吗？这合我意。雷雨洲，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你这人还挺幽默的呀？你没发现的多了去了，反正来日方长，以后慢慢发现。走吧。你到了。那我进去了。今天谢谢你的晚餐。我的晚餐？不是你请的客吗？我请客你买单，这很公平啊。下一次的话你请客我买单，我们两个不就扯平了吗？还下一次啊？下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你去国外多久啊？顺利的话一个礼拜吧。也就一个礼拜嘛，说不定很快就回来了。好了，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一路平安，拜拜。小苏。啊，算了，没什么。雷大总裁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干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？我想你明天能不能去机场送送我？我送你？为什么呀？小苏，我们两个已经接触这么久了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我知道你现在应该很难做这个决定，但是我愿意等。我明天早上10点的飞机。走了。
你喝水。啊。思琪，坐。爸，您这次来上海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您说吧，思琪又不是外人。是这样，你哥要结婚了，对象是镇上刘医生家的二丫头。那这是好事儿啊。是好事，也是愁人的事啊。没有房产证，谁愿意跟他领结婚证啊？这不，我和你妈翻箱倒柜的，还是差了点儿，所以到这儿来看看。你手头不知道宽裕不宽裕？爸，你要多少？两三万我肯定没问题。两三万哪行啊？我和你妈凑了30万，还差20万。多少？20万？哎，现在老家买房都要那么多了？不是首付，是全款。你应该知道的，你哥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供你上大学，吃了多少苦啊！如今他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儿，还是他喜欢的姑娘，人家女方也没有过多的要求，就是说结婚总得有个房子吧。原先我们也想替你哥付个首付，剩下的让他们小两口贷款慢慢还，可是后来一想不行啊，人家是嫁女儿，不能一过门就给咱家还账啊。这在老家要是传出去，丢的可是咱们老何家的脸面，所以来问问看你能不能帮你哥凑够这20万，让他赶紧把媳妇娶了，也了却了爸妈和你哥的一桩心事啊。我哥该结婚还是得结，钱的事儿呢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尽量解决。你要这么说，爸就放心了，你妈听见也会很开心的。雪芬呐，你哥这么多年可没白疼你这个兄弟呀。那个，爸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送司机回家。啊。叔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思琪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生气？20万它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就这么多吧。哎，我哥会还给我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已经决定借钱喽？我哥打小就特别疼我。你不知道那段时间我爸我妈都在外面打工，吃喝拉撒都是他管我，要不是我哥，我也来不了上海，我也上不了大学，我也认识不了你。对，要结婚的是你亲哥，要借钱的是你亲爹，那我做思琪就是个外人嘛。哎，思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吧，这20万他在上海连个卫生间都买不了，你还不如先借给我家里救救急，是不是？是，他在上海是连一个厕所都买不了，但是就是因为买不了，你就放弃努力，就把钱借给你哥，然后自己躲在出租屋里混日子，是吗？还有你爸，你哥要买房结婚，我们就不需要吗？你们一家人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对不起，思琪，可是他事情他有轻重缓急呀。好，你要当你爸的孝顺儿子，你要当你哥的好兄弟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何爵飞，我麻烦你问一问你自己，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？你对你面前这个爱你的女人，你给她一个家，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，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难吗？思琪，我承诺给你，我都会做到，你再等一等。等，又是等。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听的最多的字眼就是等。我3年前在等，
我到现在还是在等。群飞，我真的是等伤了，我也等够了。钱你可以借，你只要把房子买了，你借你爸2亿我都不管。哎，思琪，我在国外这段期间啊，公司的事情你多帮我留心点，特别是娱乐城这个项目，有什么事情一定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，那雷总，真不用我送您啊？不用，有人送我。雷总，我感觉你最近有点不一样，心情变了，笑容呢也多了，不像这之前哈。你说你那么严肃，我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又胡说八道，做好我交代你的这些工作，免得回来我收拾你啊。Yes sir。 拜拜。嗯，知道雷雨中出国干什么吗？公司上下都只知道他去国外出差，具体干什么没人知道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这次一定有大动静，但至于去干什么，别人不知道，何群飞一定知道。雷总，您慢走，一路平安。师傅，麻烦你开快一点。姑娘，你赶时间啊？这个点奔机场，其实你应该早点出来的。哦，那您尽量开快一点，好吧？
思琪，我是淳飞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。林总，何助理，跟女朋友吵架了，先让您先下了，林总，走吧，喝两杯。就是买房嘛，多大点事儿。这俗话说呀，钱能办到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。那也得有钱，没钱说什么都是白搭。这样，我这张卡呢有100万，你先拿着。林总，你是开什么玩笑呢？这个钱我绝对不能拿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因为你的现在就是我的过去。虽然说啊，我比你走运，有一个不嫌弃我的女朋友，但又怎么样呢？我不能因为人家人品好就拉过来当我垫背的。所以呀、啊。我自己打了退堂鼓，错过了这辈子对我最好的女人。你也这卡呀、啊、拿着买一个房，给人一个家。之前不着急，你慢慢还就好。兄弟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雷雨征去国外，是不是要谈大生意？嗯，那当然。我们雷总是跟 ISG 公司谈合作，有 ISG 出资，娱乐城。不站起来！何助理，何助理，The project of the entertainment center of Yutian Corporate is not only a milestone in the Chinese architect business, but it also carries enormous business potential. I mean, I have all the possibl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if SG is willing to invest and collaborate with us,
not only that, between both of the companies to get a good reputation and praise, but profit and interests as well. Lei, I have to say, I'm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, 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. It's fantastic. We have a deal.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with this team. I have to go to Shanghai with you, though. It's definitely my treat. Got to test the Shanghai buns. I'm looking forward to it. Hey, look, Lin, there's somebody I want to consult you about.正好为你啊，拜拜。大绿，等久了吧？天冷，把衣服披上。林向远，你现在心里特不高兴吧？不高兴？我为什么不高兴？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很不高兴。我天天躲着不见你。哼，因为这事儿啊，是，我承认。不过你也没有错啊，你有你的自由。法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们俩订婚，那纯属因为……不管因为什么，既然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就要对你负责，就要对你好。我知道你对我有一点偏见，但是我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的，我也相信你一定不会后悔，范律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保护你。何先生、邹小姐，恭喜你们，这套房子你们已经预购成功了。麻烦二位在两个星期之内交清首付款，否则定金是不予返还的。谢谢你啊。我们这是真的要买房子了吗？我怎么跟做梦一样啊？你傻呀你啊！这认购书白纸黑字在这摆着呢，你还不相信啊？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哎，我真是觉得奇了怪了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认购书上每一个字都那么好看呀？哼，嗯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想想该怎么装修了，复古风呢，还是简约风呢？哎，我们俩得赶紧定下来。我怎么觉得你跟这房子比跟我还亲呢？是不是你眼里只有房子了？嘿，我当然喜欢房子，我还想搂着房子睡呢，怎么地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这个可是我的大宝贝，你呢？你说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？哎，我说你高兴什么吧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都是我何心飞的老婆，想跑也跑不了。我干嘛要跑呀？我现在有房子，房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你赶都赶不走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爸爸是不是今天要走啊？啊？那你哥那钱的事儿解决了吗？啊，我要还差的话，要不我看上哪儿去找吧个三五万的。还有啊，我想了想，咱还是得给老人家买点礼物，让他带回去，也让老人家回去好长长脸。
走吧。Look who's here, Dr. Wong, 小苏。降临白。
Christ in heaven. Professor. Why haven't you left yet? I really wanted to talk to you. I've been up all night working on a design. I'm very, very tired. No matter what you want to say, I don't want to hear it. Look, Professor, I'm deeply sorry for the intrusion, but a friend of mine who's in China, who's majoring in architect, she would love an autograph from you. Could you do me a favor, please? Your wife.